2到12岁应该着重何种教育？在卢梭的自然教育中，2到12岁的儿童应该着重于感官教育。觉得是感官的举手。哎呦，你们的一家人都认为是德育啊？其实3岁前你的思想什么，其实就已经稍微有点定型了。10岁之后的教育呢，事实上只能够让你修正。哦，哎呦，谭老师讲的很斩钉截铁，就蛮危险的。晚间6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